虫草就是这么难发现，你看，刚才我这里爬过去，把虫草给爬断了，后面的被这个姐姐找到了。哇，这个还是挺大的。是仙草。啊，你看这个头，看这个露头，这个头露得很短，它跟这个露出来跟植被是融合在一起的，所以就很难发现。刚才我爬过去的时候，把它看被。我膝盖或者我的腿踩在这个上，把它踩断了，后面被他找到了。还有一个，找到了一个，哎呀，他们惊讶。所有的都跑过来了，整个村民都在这里，你看，那边还有一大堆的村民。阿姆。哈哈哈哈，他在这里啥？抖音。